节目也开始现场，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新专辑以及主打歌。这张音乐专辑呢，就是不像第一张专辑那么快，也不像那么炸，就是很暖心的一首冬日歌。主打歌是慢的又很帅，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期待一下，很帅。你看我们现在在拍摄现场，很冷很冷，我们在一个棚子里，都是现搭的，就很冷。但是为了拍出很好看的 MV， 所以我们穿了很多内衣。对，我们平时都不穿内衣的，对，穿了很多内衣。希望我们的努力能被你们看到，期待吧。现在我很喜欢动漫的主题曲啊，还有插曲结尾曲那种，特别喜欢那种就是乐队的风格，所以这次会想往这种风格走，所以我学了一首 Fly To 的那种创作部分吧，就是我把我的意见没有跟制作人谈，比如说什么这个地方用什么，这个地方用什么，希望你们会喜欢我的第一首单曲，我会继续努力的，虽然有很多不足，但是希望你们会喜欢，我会努力的。涌出的光芒，黑暗的魔法，慢慢的深陷，等着再出现。